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既然说到刺身的话，我们就来品尝一下吉拉多吧。是吗？吓死我了。来吧，先吃哪一个？可以挑，你客气一点，挑挑看，看哪个最肥，您自个儿挑。都可以，你给什么我吃什么。或者给您现场开一个。开，我想看看看看一个吧，对，要开一个。看他拿不拿手。然后开生蚝特别难的，培训了开生蚝。我以前就是买这个生蚝，但是回家开不了。所以是培训了多久？挤点柠檬，去点腥，要把那个水也喝了。嗯、来，对，就要就着海水吃。海水。哇，风哥威力无边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。哎，这个其实真的很好吃，因为我痛风，不然的话我跟你说，我起码一打。海乔，一口。柠檬太酸了，谁来一个？欧姐走你啊！啊，你也不吃这个哈？嗯。孟晨，叶明，来一个。嗯，害怕。大张伟，我不敢吃这东西。哎呦喂，我这个，我哎呦，韩哥都急的呀。来嘛，韩哥来一个嘛。我算了，我通风。好，来一个。我说什么了？哎呀，韩哥真的意志力特别坚强，真经得住劝。韩哥掏钱啊？韩哥掏钱？把前面所有的账结了。